30日 ，Angelababy 在微博晒出一组自拍照，照片中 Baby 扎着双马尾，利用美图软件 P 出各种万圣节惊悚装束。不过网友纷纷表示一点也不恐怖，反而十分可爱。Angelababy 本来就很大的眼睛，经过相机软件再加工，一双眼睛显得更大了。虽然有网友看到 Baby 晒出的照片后感叹，真的是怎么样都美，但也有网友吐槽，当妈就要有个当妈的样子 ，Baby 怀孕了就不要这么调皮了。看到 Angelababy 晒出的最后一张照片，有网友称范冰冰即视感，不过的确很像范冰冰哦。别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女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南望向北。